最关键的香甜可口。Hello， 家人们好，家人们现在是不是在家除了吃喝就是睡觉呢？现在特殊时期，家人们一定要在家好好的待着，不要出门，一定要听国家的话哟。还好我在家里有事情做，不愁吃喝。家人们要是想和我一样的，去下方找那个小姐姐，小姐姐人非常非常的好。这是蛙县的香甜软糯。都挺热的，刚打出来。